分列式开始。旗帜引领方向，旗帜凝聚力量，空中护旗梯队破空而来，拉开了分列式的序幕。20架直升机汇成巨大的70字样，象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的70年光辉历程。回望历史，放眼世界，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正在走来的15个地面徒步方队，来自战略战役联合作战指挥机构、诸军兵种部队、院校科研单位等。这种组合方式体现了解放军、武警部队、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鲜红的旗帜迎风招展，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方队高擎党旗、国旗、军旗阔步走来。这个嘿，人民军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紧随三面旗帜，领导指挥方队接受检阅，领队是江国平少将、陈作松少将，27位将军和325位校尉军官，来自军委机关、五大战区、各军兵种和武警部队，展现了我军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后的崭新面貌，体现了练兵先练将的鲜明导向。现在走来的是陆军方队，领队是林向阳少将、唐兴华少将。作为人民军队中最早诞生的军种，从战火硝烟中
一路走来，人民陆军正加快提高精确作战、立体作战、全域作战、多能作战、持续作战的能力。向右看，海军方队走过来了，领队是周明贵少将、梁旭少将。从浅蓝走向深蓝，从近海防御走向远海防卫，与新中国同龄的人民海军一路劈波斩浪，纵横万里海疆，勇闯远海大洋。现在走过来的是空军方队，领队是景涛少将、赵永远少将。人民空军成立不久后就开赴战场，为捍卫和平而战。70年搏击长空，逐梦蓝天，与共和国一起展翅高飞。今天的人民空军正向着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目标迈进。走过来的是火箭军方队，领队是薛金峰少将、张凤忠少将。火箭军的常规导弹和核导弹重于9000之上，打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准，越来越难以防御。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潜心历练，火箭军已成为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战略军种。方队首次出现在国庆阅兵中，领队是王学武少将、汤怀海少将。战略支援部队在改革强军中诞生，为人民军队输送现代战争内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新型作战力量。联勤保障部队方队也是第一次亮相天安门广场，领队是刘向东少将、任延兵少将。兵马未动，保障先行。现代战争需要规模惊人的能源和物资供应，需要科学高效精准、从不掉链子的联合保障。现在接受检阅的是武警部队方队，领队是赵东方少将、张卫国少将。多能一体，维稳维权，武警部队常年奋战在执勤、处突、反恐、维权执法和抢险救援第一线，维护国家安全、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保卫人民美好生活，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方队走过来了，领队是程小健少将、唐兵少将。352名女兵来自各军兵种和武警部队，飒爽英姿，五尺枪，他们在火热军营中放飞青春，成就梦想。现在走过来的是院校科研方队，领队是伊树强少将、栾富新少将。受阅队员来自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面向战场，
面向部队，面向未来，培养一流军事人才，军事科研工作开创崭新局面。人员方队首次亮相阅兵场，领队是王海涛、王华言，汇聚天下英才，壮大强军事业。伴随着人民军队改革重塑，各方面的优秀人才汇入军营，用知识和智慧助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现在走过来的是预备役部队方队，领队是高新疆大校徐振刚预备役大校。建设祖国有作为，保卫祖国有能力。预备役部队是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力量，和现役部队一体建设运用，稳步推进。赵冰清、廖伟伟，受阅女民兵来自首都各行各业，民兵源自百姓，定期接受军事训练，保持战斗能力。兵民是胜利之本，高技术战争条件下，人民战争依然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蓝色贝雷帽，荒漠迷彩服，维和部队方队阔步走来，领队是徐有泽少将、马宝川少将。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官兵最多的国家，2500多名中国军人坚守在7个维和任务区，8000人的维和部队待命出征，先后有13名维和勇士牺牲在异国他乡。中国军人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国担当。方队即将进场，受阅的70个型号装备均为中国制造，40%是首次亮相。32支装备方队编为7个作战模块，按照联合作战编程接受检阅。由全军荣誉功勋部队代表组成的战旗方队正浩荡而来。领队是五大战区主要指挥员，他们是刘跃军上将、王建武中将、赵宗奇上将、李乔明中将、朱生岭上将、面鲜红的战旗迎风飘扬，
100个英雄部队的荣誉称号气壮天地。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人民军队基因永不磨灭，红色血脉永远传承。方队气势磅礴，领队是李明少将。22辆99A 坦克呈箭形布阵，如战场霹雳，长驱直入。99A 坦克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主战坦克，具备优异的火力、机动、防护和信息化水平。随而来的是轻型装甲方队，领队是邝德旺少将、王永胜少将。方队由15式新型轻型坦克、04A式履带步战车和履带指挥车混合编成。这些机械化、信息化装备能够快速部署、快速反应、快速突击，是陆上应急作战的急先锋。现在驶来的是海军陆战队抽组的2栖突击车方队，领队是祝传生少将、沙成木少将。受阅的05A式2栖装甲突击车既能陆地作战，也可以近海航渡向目标海滩发起攻击，让我军在抢滩登陆作战中进攻矛头更锋利，防护盾牌更坚固。将兵战车方队接受检阅，领队是邱火林少将、陈涛少将。受阅的轻型履带步战车可以空投在敌人纵深地带或要害目标附近，让空降兵一落地手头就有重家伙。他们从天而降，雷霆一击，是联合作战体系中的尖刀利刃。方队领队是张建峰少将、何继抗少将。箱式火箭炮集远程压制、精确打击和信息化作战于一体，一次调炮多点攻击。155车载加流炮是新型炮兵压制武器系统，火力更猛，精度更高，机动性更强。现在驶来的是反坦克导弹方队，领队是邹美瑜少将、李振岭少将。受阅的红箭10反坦克导弹既能精确打击地面目标，又能抗击低空低速的飞行目标。目前我军已经形成多种发射类别、多种射程、多种制导方式的反坦克装备体系。
战装备方队，领队是田悦少将、王信民少将。全地形车，机动灵活，空中突击旋翼机展翅欲飞，两型装备适应复杂战场环境，兵力兵器实现快速投送、灵活部署，是破袭突击出奇制胜的拳头力量。紧随而来的是武警反恐突击方队，领队是刘兴利少将、王再发少将。受阅的反恐突击车和防爆装甲车灵活机动，具备多种打击能力，能灵活地选择攻防手段，是武警部队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装备。乘风破浪，向海图强，海上作战模块即将接受检阅。加油！首先开过来的是岸舰导弹方队，领队是王显峰少将、吴玉红少将。受阅的鹰击12B 岸舰导弹可以打击大中型水面舰艇，对海突击威力大，反应迅速，射程远，是沿海防御体系的坚实盾牌。舰舰前舰导弹方队开过来了，领队是刘杰少将、江平少将。受阅的鹰击18和鹰击18A 导弹是我国新一代的反舰巡航导弹，藏得好，打得准，威力大，是海上联合打击体系的利剑。航空武器方队，领队是刘宏伟少将、张宝军少将。受阅的海红旗9B、红旗16、红旗10和万发炮，共同构成远程、中程、近程和末端对空防御体系，可以拦击高速来袭的敌方战机和导弹，为海上舰艇编队撑起一方立体保护网。护盾长空，御敌千里，防空反导模块即将接受检阅。上炮！预警雷达方队领队是李国平少将、张磊少将。受阅装备是我国新一代高机动多功能雷达，能够探测和锁定飞机、导弹等空天目标，提前发现这些不速之客。方队，领队是刘明豹少将、韩宪峰少将。受阅的红旗9B远程地空导弹和红旗22中远程地空导弹，能够在复杂电磁环境下拦截多种空袭兵器，构筑起区域防空的坚固屏障。
空导弹第二方队，领队是朱瑞少将、董玉江少将。八套红旗十二 A 地空导弹蓄势待发，四套红旗六弹炮系统昂首向前，远中近程结合，高中低空衔接，重要地点防空能力有效提升。防空导弹方队领队是张帆少将、裴小昌少将，受阅的红旗十七 A、 红旗十六 B 两型防空导弹机动性能强，反应速度快，拦截精度高，为野战防空提供了多种手段。信息主导，体系制胜。即将接受检阅的是信息作战模块。上用空！首先开过来的是信息作战第一方队，领队是徐桂明少将、孟凡浩少将，受阅的信息侦测、数据干扰作战车组。侦察干扰能力强，既能独立遂行作战任务，又能支援战略方向联合作战，是无形战场上的神兵利器。信息作战第二方队，领队是李八义少将、杨小康少将，受阅的三型侦察干扰车和区域拦阻式干扰车具有部署灵活、机动性强等特点。新型电子对抗装备为我军赢得复杂电磁环境下的战场主动提供坚实支撑。信息作战第三方队，领队是孙宝泰少将、景贤坊少将，受阅的频谱监测车、无线电接入节点车、卫星通信车和散射通信车，是联合作战体系制胜的可靠通信保障，能确保部队在严酷战争环境下通信畅通、耳聪目明。信息作战第四方队，领队是邓红琴少将、金峰少将，气象水文观测车、地形勘测车、预报保障车、测绘导航车能快速获取、处理和传输战场环境信息，让指挥员对战场条件了如指掌，是我军全域作战的重要保障力量。智能对抗引领前沿，无人作战模块即将接受检阅。向右看！无人作战第一方队，领队是江鹏少将、顾庆友少将，高空高速无人侦察机、侦察校射无人机、小型近程侦察无人机和中程高速无人机，能实时感知战场态势，精准引导火力打击。作战第二方队，领队是王艳琪少将、乔亚军少将，
受阅的攻击二无人机能够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援，攻击十一无人机能够对敌人纵深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反辐射无人机可以压制摧毁防空预警系统。作战第三方队领队是李广全少将、徐贵福少将，受阅的两型侦察干扰无人机和水下无人潜航器上天入海纵横驰骋，是我军新型作战力量创新发展的显著成果。联合作战，保障先行。后勤装备保障模块即将接受检阅。加油！开！现在开过来的是补给供应方队，领队是白忠斌少将、徐宝龙少将。受阅装备由野战净水车、野战站台车、运加油车、主食加工方舱混编而成。有了他们，官兵饮水吃饭、战场应急装卸、装备加油补给都更有保障。加油！开！正在接受检阅的是抢修抢救方队，领队是沈竹军少将、汤新少将，受阅的野战手术方舱、装备抢救车、拆装修理车、装甲抢救车和装甲抢修车，共同构成了现代战场上人员和装备的移动医院。国长剑浩荡东风，战略打击模块即将接受检阅。加油！开！首先通过的是东风十七常规导弹方队，领队是张建强少将、王新国少将。东风快递，使命必达。首次公开亮相的东风十七常规导弹具备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等特点，可对中近程目标实施精确打击。现在通过的是长剑一百巡航导弹方队，领队是樊聚贤少将、李佳琴少将。作为长剑系列中的最新型号，长剑一百首次亮相国庆阅兵。这款超音速巡航导弹精度高、射程远、反应速度快，长剑在手，敢赴苍龙。肩背导弹方队正接受检阅，领队是张继春少将、刘同江少将。这种导弹既能装核弹头，也能装常规弹头，可以跨区域机动，灵活选择发射阵地，精确打击地面、地下、海上目标。
巨浪二导弹方队开过来了，领队是吴栋柱少将、柳恩涛少将。巨浪二型导弹是我国第二代潜射远程弹道导弹，它承担着支撑国家海基核威慑的重任，潜匿深海，悄无声息，巨浪奔腾，威震海天。袁德华少将、何俊少将，这种导弹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固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机动性能好，生存能力强，部署转换快，打击精度高，担负着震慑强敌与核反击作战的重要使命。是汪小初少将、邓荣臻少将，东风浩荡，雷霆万钧。东风五 B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突防能力强，毁伤威力大，是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的重器。方队最后一个出场的是东风四十一核导弹方队，领队是赵秋岭少将、孙乐少将。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东风四十一洲际战略核导弹是我国战略核力量的重要支撑。从弹道导弹到巡航导弹，从常规导弹到核导弹，他们是支撑强国梦、强军梦的坚强实力，是维护和平、捍卫和平的坚强盾牌。振翅长空，傲视苍穹，空中梯队即将接受检阅，领队及梯队率先飞临。司令员丁来航上将在空警2000预警机上担任指挥，空军81飞行表演队的8架歼十战机入位两翼，7道彩烟寓意着新中国70年的光辉历程。指挥机梯队飞过来了，空警500、空警200预警机和运8指挥通信机分别由4架歼击机护卫，编成3个5机楔形梯队。长空千里眼，云天中军帐，国产预警机指挥控制、预警探测、识别跟踪能力稳步提升。
上巡逻机梯队由空警500H 预警机和首次亮相的运八反潜巡逻机组成第一协队，空警200H 和运八技术侦察机组成第二协队，他们是维护国家领海领空安全、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要力量。在复杂气象条件下执行长距离空中运输任务，使我军战略投送能力登上新高峰。和运二零一同受阅的运九也是一款国产新型运输机。现在飞过来的是支援保障机梯队，运九通信对抗飞机、心理战飞机、医疗救护机和运八远距离支援干扰机、电子对抗侦察机、电子侦察机、六型特种飞机分别为两个三级歇队。支援保障飞机的列装，有效提升了我军联合作战、全域作战的能力。机梯队正呼啸而来，三架轰六 N、六架轰六 K 分为三个三机歇队。第一次亮相的轰六 N 为国产新型远程战略轰炸机，可以空中受阻。这两型轰炸机能够实施远程奔袭、大区域巡航和防区外打击。加寿游击梯队飞过来了，轰六六伸出输油管，演示为歼十 B 战斗机空中加油。寿游击距离加油机的加油锥套只有5米，长着翅膀的加油站让战机有了更大的作战半径。梯队接受检阅，歼十五战机把人们的思绪带到了海天之间，带到了辽宁舰的甲板上。航母是现代海军的重器，舰载机是航母的刀锋。歼
击级梯队进入我们的视野，五架歼二零、五架歼十六和五架歼十 C 战机组成三个楔队接受检阅。今天，中国的歼击机家族不断壮大，为夺取战场制空权增添了制胜砝码。接受检阅，五架直九武装侦察直升机组成了侦察警戒分队，九架直十武装直升机组成火力突击分队，三架直十九武装直升机，六架直二零战术通用直升机，九架直八 B 运输直升机混编为运输分队，八架直十九武装直升机担任护卫任务，其中直二零战术通用直升机是首次亮相阅兵场，飞旋的铁翼为陆军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最后接受检阅的是教练机梯队，由五架教十、五架歼教九和十二架教八组成，其中教十加挂武器后可以执行空战任务。群飞过，彩烟绚丽，余味悠长。